导航测试。查理八外等待。Yeah, bro, 查理八外等，现在九三八栋。深圳九三八栋联系南宁机坪121.6直线。换了。飞行点检查单线上，空速管道起落架消在位，138，高度表场压994。九九四。No shit。起飞，准备好吧？机坪你好，春秋六拐拐八，那个我们的。左转查理三，不要前等南方8.95。好，请问一下程序。OK。机务马上要跟我们说话了。深圳85栋9，拖车管好。深圳85栋9，可以推出开车，拖朝南。可以推出开车，拖朝南。深圳85栋9。头朝南，推出该车。启动前检查。启动前检查单 ，EFB 手机飞行模式。飞行模式。飞行模式，驾驶舱门上锁。上锁。锁好。燃油是6泵开，油量125，12.5。流压线白开，开。这边关闭锁。86拐洞，查理八，电脑折了。MCB 面板。南方86拐洞，机坪，查理八，给引导到一道。3000。查理八，给引导到南方86拐洞。149。南方8拐95，联系地面121.5，再见。121.5，在南方8拐95。滑行和起飞简历完成。完成。防盗灯开。开。开。启动前检查单完成。哇，好多人啊！驾驶舱那面请松刹车。刹松了，可以推出开车。拖朝南。好的，收到。深圳85栋9正式头朝南。深圳85栋9正确，头朝南，可以推出开车。好，头朝南。哎，地面驾驶舱。驾驶舱请讲。头朝南推。好的，收到。可以拔耳机了吗？好的，启动好了，再见。好的，再见，再见。方向键检查单。开，开，探头交锋开，开，防冰关，关，格罗方面自动，自动，启动电脉连续，连续，再检查，检查，自动刹车 ATU，ATU， 启动手柄慢车卡位，慢车卡位，飞行操纵检查，操纵检查，紧急按需，五绿灯。地面设备撤离，走着撤离了。撤离，滑行前检查单完成，是滑出。机坪深圳85栋9，请中滑出。深圳85栋9，右转 Bravo 六滑行 ，Bravo 前等待。右转 Bravo 六 ，Bravo 前等待，深圳85栋9。我们就直接右转，对 ，Bravo 前等，右侧无影响。左侧没影响，手势有了。OK。欢迎灯开。欢迎灯开。先让飞机动个2-3节再右转，好，不然它那个轮转不过去了。刷刷，去看它的明显的
往上。我在南方三九的动建立动画航道。对，本来过了那个点。深圳八五动九，进跑道动五。进跑道动五，深圳八五动九。进跑道动五。南方三九幺动，你好，南京塔台，长幺九九三动好跑道机电线。没有飞机了。长幺九九三动好跑道机电线。南方三九幺动。南方六幺三九八八脱离。南方六幺三九右转沿八五滑行，联系南京地面幺两幺点拐五。起飞前简单的简易五绿灯，五绿灯拐五，南方六幺三九。按地面配平六点二单位。啊，单位调定。起飞前简单的完成。他应该在大白块这个地方接地是吧？直接跑到那里去了，最后一个点接了地。锦绣两四三五右转沿八五三滑行到动五号跑道外等待。啊 ，Bravo 三动五号跑道，等锦绣两三五。深圳八五动九，地面风幺五动三米秒，动五号跑道可以起飞。动五号可以起飞，深圳八五动九，幺五动三米，动五号可以起飞，开灯，计时，计时 ，N 一四十。锦绣两四三五动五号跑道外等待，预计离场时间幺五分。然后收到，动五号跑到外等，锦绣两四三五，稳定，接推力。推力调定。八十，跟他。V1 抬轮，正三率，收轮，收轮。南方三九幺洞，地面风幺六洞，三米秒，动好跑道可以落地。动好跑道可以落地，南方三九幺洞。四百航线方式由深圳八五洞九联系南京进近幺幺九点八五，再见。幺幺九八五，深圳八五洞九，再见。幺九八五调定，自主领航飞 P 三拐两。东方五进料东方五八九五，高度六千三。南方五八跟着南方八拐九五，注意手听向四航班号，可以飞 P 三拐两。可以飞 P 三拐两，收到南方八拐九五。五八九五，南京经济雷达看到雷达引导动五号盲降右三边通报 Golf。动五号盲降通报 Golf， 东方五八九五。方式由 check。深圳八五洞九，动五号起飞。深圳八五洞九，南京经济雷达看到上到场高幺八，场压九九三。上场高幺八，场压九九三，深圳八五洞九，场高幺八。东方五八九五，注意上四航班号，下到六千保持低高度有相对。五九条定，六千保持注意下到航班号。九三，一个，两个，三个。正在交通。拉花八八幺两，下到场高三千，场压九九三。在场高三千，场压九九三，拉花八八幺两。OK， 三幺六两，动五号航道。奥凯三幺六两，雷达服务终止，联系南宁塔台幺幺八点三五，再见。幺幺八三五，奥凯三幺六两，再见。深圳八五洞九，恢复自主领航，飞来宾。自主领航，飞来宾，深圳八五洞九。自主领航，飞来宾。东方五八九五，保持当前航向。保持当前航向，东方五八九五。执行，来宾执行，锦衣一，锦衣，南方八拐九五上到六千，六千南方八拐九五，锦衣上，东方五八九五下到四千八，下四千八，东方五八九五。深圳八五东九上了两千四，上两千四，深圳八五东九，两四拐前，深圳八幺拐三下到三千六，三千六，拐九调定，八幺拐三，拐九两四检查，大号八八幺两右转航向两两栋下到幺五，给我简单到，航向两两栋下幺五，然后八八幺两，两五栋，南方八拐九五，联系南宁区域幺三三点幺，再见。
1331这边南方八拐九五。起步检验单线上，发动引擎开，开，空调组件自动，自动，起落架双中立，双中立，紧急双灯灭，双灯灭，起步检验单现场完成。Check。深圳八五中九上到3000保持高高度有相对，上长高3000有相对，深圳八五中九，长高深圳八幺拐三保持3600低高度有相对，23600低高相对，深圳八幺九八三千检查 ，VS， 那里东海63拐5高度六千给指挥，东海63拐5南京经济雷达看到雷达引导动物号盲向右三边 Tomo Golf， 好雷达引导右三边 Tomo Golf 东海63拐5，东海63拐5动物号盲向，好动物号盲向东海63拐5。东海63拐5保持当前航向下到标准气压4800，保持当前航向下4800，东海63拐5。东方5895右转10度下到4两，右转10度下4两，东方5895。深圳八五东九上到标准气压5拐，上标准气压5拐，深圳八五东九，深圳81拐3下到场高21，场压993，21，场高993，深圳81拐3，18拐5拐检查，高度 level change， N1 wind speed MC speed， 标准气压，高标准气压，起步检验线下过度高度标准气压调定 standard， 东方5895高度标准检查4两到东侧再进一步下降9300。保持4两到东侧，再加上8895。深圳81拐3，航向225。225，深圳81拐3。大号8812，航向2拐东下到12。航向2拐东下12，大号8812。关灯。关灯。今天飞的高度不是很高，所以这个还是挺危险的。8100。对。前面那个天气怎么飞啊？第一副机师。都可以。怎么飞啊？高度不让上，往右偏，往左偏。好。回航路也行。我还是经验丰富的第一副机师。回航路不行啊，往左边飞呗，影响不大。问他一下，愿意上高度吗？愿意啊。感觉上去啥也没有了，是吧？对啊。可能上2-3000英尺上不去。上不去，对。申请上要上的话，上很高。我觉得可以往右边再来一点。往右边来一点可以啊。对，因为你能看得到，右边好像舒服很多，我感觉。操纵是你的吗？哎，广州是广州吗？广州。广州深圳八五东九。Vichy 天气怎么样飞啊？好了。深圳八五东九，我咨询在 Vichy 附近的天气怎么样飞？这八五东九前面都是往东边绕的。啊，好的，我再走近看看，再把我动着。他说往东边是吧？导航938拐，联系南宁132拐，再见。132拐，上航938拐。938拐，证实南宁132拐。132拐，上航938拐。